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凯恩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世界开放的游戏，名字叫《先祖人类奥德赛》。这个游戏讲的是人类1000万年以前的原始生活。该游戏在8月27号上线，售价19.99美金，折合人民币140这样。在游戏里，只会给你一点操作的提示，其他的生存技巧、制作武器等等都要自己去研究。游戏开始前，一只带着孩子的猿猴在河边捡到了一条鱼，就爬到树上。在准备吃鱼的时候，就被一只超级大的鸟抓住，直接被杀死，留下一只小猴。游戏就从这只孤独的小猴开始。这个片段告诉我们，1000万年以前的世界处处都存在危险。接下来我会每天更新先祖游戏视频，喜欢的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出来，谢谢大家。